我们今天其实会有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就接下来我们所有的发起团团员和代表人将会依次的宣布第二赛段的各位的成绩。啊，真真的假的？在演吧，我的天，不可能！因为上面写的局部运动会啊。然后由我宣布的是第29名至第33名的学员。真的要宣布啊？对啊，你看。眼拳道，好会演！张老师演技太浮夸了。在第二赛段，第33名是？不是吧？真的假的？肯定不是我们的学员。邵明明。啊，真的吗？真的假的？啊！太震惊了，太震惊了。好浮夸的演技哦，这太假了吧，这宣布上面的人也太假了吧，假了了啊，真的我带不动你们四个了，你们四个玩吧。